家好，我是老常。今天呢，我们找了点比较新鲜的鲷鱼，我做一道锅塌鱼排。这个锅塌鱼排呢，这个主料呢选用新鲜的这个鲷鱼排啊，这三片呢有一斤左右啊。辅料呢就是葱姜蒜啊，然后鸡蛋淀粉。首先我们先把这鱼说一下，这鱼排呢打成八条啊，但是别太深了啊，别断了。反面也如此啊。然后我们给它按照这个大小均匀的切成片啊，就这种排啊。那么鱼排切好下面呢，我们对这个鱼排呢进行腌制啊，喝些盐，不要多了啊，料酒，然后抓匀，这个鸡蛋一个一个即可啊，然后湿淀粉，这个不太稀了啊，打匀，好，咱们这样就行了。拌匀，行了。开始下锅，放上。火无意过大啊，一二三连，三个，
中放些底油，下姜，葱，蒜，等会儿搁啊，炒香，放入高汤，放些料酒，盐，糖，生抽，醋，胡椒粉，然后把蒜下里头，把鱼下锅，这汁儿收差不多了啊，好，这就行了，出锅。